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是这个多项式的因式，那么他们说哈，底下哈哪一个不是这个多项式的因式？那我现在哈就把这个多项式呢，让它除一除，那抽出哈另外其他的因式来，2x3次方嘛，减7x平方，减3x，加上18。它除以2x加3，这是2x平方的，哦没有，这 x 平方，所以是2x3次方，啊加上多少？加上3x平方，它一减的话是-10x平方，减3x，加18，那这个的话是减掉多少？减掉十，哎，减掉5x。5x 哈，这-10x，再减掉15x平方了哈，15x，一减就是12x了，加上18，还用6，加上6啊，6×12，啊加18，这样就整除了。好啊，所以哈，这个可以因式分解成2x加3。啊，乘以 x 平方减5x加6，啊，这个还能不能再因式分解？还可以啊，用1123呢减减，啊，这是 x， 这是 x 嘛，所以哈，这个呢是等于多少？这是等于2x呢加3，啊，乘以多少？ x 减2。啊，这是 x 减3，所以它还有两个呢，子因式是 x 减2跟 x 减3。好，那他问说哈，下列哪一个不是啊？我们看看 A 选项。A 选项他说 x 减2，这是啊，好，所以不要选。B 的话，他说是 x 减3，这也是啊。那 C 的话 ，x 加2。这个就不是了，那 D 的话，他说是 2x 平方减 3x 减 9， 这个是了，这个呢，这个哈，这个你还要因式分解，它的因式哈，我们看哈，那这个也不是啊， 2x 平方减 3x 减9。减9，何者不是它的因式？这个 D 也是不是啊 ？D 也不是啊。那不一定哦。我们看看哈、哦，这个的话哈、哦，可能是这两个相乘。我们看哈、哦，我把这两个乘乘看，这个多少呢？可以写成 x 减2了哈，它乘以多少？这两个相乘， 2x 平方嘛，它后面那一项是减 9， 交叉项是 3x 减掉 6x 就减 3x， 它33得9，减9，刚好就是它，所以它是，所以这个多项式呢等于这两个多项式相乘，那乘起来的话还是这个多项式的因式，所以这个也是。不是的就只有 C 啊，所以这一题啊，答案应该要选 C。